心机很重啊，真的是，连包括今天早上卖票的郭富城对你爱不完都出现了，你看，所有新的、旧的、流行的、时事的全部都有，今天听得爽不爽？接下来各位很多粉丝下午就来等了，先来欢迎接下来第一棒的歌手台语田姐儿唐丽，为大家带来精彩一连串的台语主曲，掌声鼓励。大哥好，那我怎么带我同胞兄来接，谢谢。